中三四開始，我諗中三四開始都開始係比較資整嘅。我諗上年有夢想有一個咩啊，資整王咧，投票嗰個資整王咧，最後就我，跟住就我贏咗。細細個即係應該冇人會中意手籠啊，通常都係猜輸咗手嗰啲嘢啦。因為嗰陣時都好抗拒手籠嘅，開始我都係中意出嚟踢啊，中意入波啊嗰種感覺多啲嘅。跟住嗰陣時細個喺屋企咧，成日自己掟我波埋縫牆嗰度，跟住自己接翻，即係無聊冇嘢玩咯。嗰啲細個就係咁噶啦。跟住自己又喺度周圍喺張牀度啦，喺度撲嚟撲去，撲嚟撲去。嗰陣時出去踢麥花臣嗰啲小型球比賽咧，我又唔係好驚波。嗰陣時仲要著住短衫短褲咧，喺個石地度撲嚟撲去，我又唔會覺得話好難為我啊，好痛啊，我又唔會覺得。就慢慢發現咗，好似自己手籠咧係俾出嚟踢係有天分。即係我係嗰啲好火爆嗰啲，其實我青年軍嗰陣時係好火爆嗰啲。即係出名一個球場係冇，即係把口係90分鐘咧，即係我係停唔到啊！即係我都係鬧人鬧到我自己都控制唔到自己嗰啲嘢。基本上我踢完每一場波咧，我把聲都係沙曬，我踢每一場波把聲都係沙曬。即係有時火爆得滯係唔好，即係有時有粗口橫飛咁樣，即係啲人可能未必中意，但係我覺得咁樣會令到自己，我係覺得咁樣會令到我更加專注喺個球賽入面咯。即係你係最後一關啦，可能有時失咗一球波，爭少少救到嘅嗰下，你真係會發癲嘅，真係會發癲。可能你嗨到，但係個波入咗，最後入咗咧，你嗰下真係會好唔憤氣咯，即係。唉，離開咗球場，我都係比較衝動啊，都係比較火爆啲人嚟，即係我都係嗰啲有咩就講咩啊，我個人講嘢都比較直嘅，我都唔識點樣形容自己嗰陣時啫，唔輸得咯，省個妹嗰陣時啦，咁我傷出嗰陣時啦，咁我嗰下其實真係控制唔到，啲眼淚真係要擔架入嚟抬我走嗰陣時，我都真係忍唔住喊咗出嚟啊！即係覺得因為我在乎，因為我好在乎，即係好想證明俾人睇香港足球，即係嚟緊係我哋呢班青年球員其實係有希望咯，即係唔係你哋諗到可能冇乜前景啊差啊，即係我想俾你睇到其實香港足球係好睇嘅。咁對於呢個名字，即係話係葉鴻輝接班人，開心咯，係開心嘅。我想大家即係對我的能力啊，或者對我的未來都有啲希望，有啲期盼喺度。落到場做翻自己啦，即係唔好因為呢個稱號可能有啲咩嘅壓力，即係可能令到自己緊張，或者令到自己囂張都唔好，兩樣都唔好。即係兩個影響我最深嘅龍門教練一定係第一個華B啦，即係張 Sir 帶我出嚟啊。跟住第二個就係依家夢想嘅井 Sir 啦，都好多謝，真係好多謝車路士足球學校啊！即係喺車路士足球學校嗰幾年咧，我諗係我踢波暫時踢咗咁耐波啦，我諗係最開心嘅時間啦，就係踢青年軍嗰陣時，同埋車路士足球學校即係令到我得到咗好多出外見識嘅機會，同埋識咗好多好隊友啦，即係。到依家我可以同車路士足球學校之前青年軍嗰班隊友一齊踢到上職業咧，即係我個腦覺得係好神奇咯，好美好，我覺得成件事係好美好。青年軍嘅時間，我係喺呢個地方度踢，喺呢個地方度過咯，即係我好開心。嗰四五年青年軍生涯，我係車路士足球學校令到我個青年軍生涯好多姿多彩咯，好多姿多彩，真係好難忘，好回味。在2019年度第16届亚协杯正式展开，上届联赛冠军杰志和亚军和富大埔分别出战这项杯赛，而杰志今年已经是第11次参加这项赛事。上届联赛亚军的和富大埔亦都会在未来的3月6号和13号出战亚协杯的附加赛，争夺小组参赛资格。香港球队参加亚洲赛事由80年代已经开始，当年班霸精工出战亚洲球会冠军杯，
亦都系目前亚冠杯嘅前身。首次参战嘅精工虽然两个回合力压中国球会辽宁晋级，但系以精工当时联赛七连霸嘅实力，亦都系只曾参与过一届嘅赛事，对于出战亚洲赛事嘅意欲并唔系好大。当中究竟系咩原因？當時我係參加就第一個考驗我哋實力啦，你知嗰陣時候我哋好強啦，睇下我哋即係亞洲嘅水平去到邊度啦。咁其次就係如果想話俾人聽，香港嘅足球水準咧係唔低嘅，啊喺當時嚟講絕對唔低嘅，有機會去即係喺亞洲當時我哋比日本強，當然韓國可能差少少啦，但當然而家日本就超過我哋香港啦，先係我哋個心咧就係為香港去出啲力。當時就係費舉例，你冇硬性規定呢個球會參加嘛，第一個，第二個就係咧個獎金制度唔明確啊。你費舉亞洲杯可能會少門票收入啊，球會會少呢個足總，當地足總會贊助啲班費啊，當時冇嘅啊。及後去到九十年代初，南華、東方、快易通亦都有出席過亞洲嘅賽事。可惜每当面对日本球队的时候，都难逃黯然出局的宿命。当中成绩最为理想的就是在1993年至94年度的南华，他们首次为香港在亚洲杯赛冠军杯赛事打入决赛。这个也是香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支球队能够跻身亚洲级别赛事的决赛的香港球队。但是当时80年代至90年代其他中日韩球队对这些亚洲赛事并不是很重视。就在刚才提及1993年度亚洲杯赛冠军杯首次跻身决赛的南华，当年他们在准决赛的对手就是日本球队横滨水手。他们因为在杯赛冠军杯的四强赛事和国内天王杯的赛事撞期，最终他们竟然选择退出这个亚洲杯赛冠军杯，而要参加这个国内的天王杯，宁愿将决赛一直拱手相让给南华。就凭这点可以看到，就算是日本球队对这项的赛事都不是很重视。另外在这个1994年至1995年度，快易通出战亚洲杯赛冠军杯八强赛事的时候，对手日本球会横滨飞翼竟然派后备球员来港比赛，当时惹起快易通高层非常之不满。由于当时邻国每每都并非以强阵应战，对于香港球队票房上的收入没有实际的帮助之余，亦都在作客情况之下加重了班费上的负担。所以在80年代至90年代，香港球队对于参加亚洲赛事只会抱着一种能走多远便走多远的态度。一支球队出外打比赛，第一你又要那个档期啱唔啱？即系你譬如你做又喺呢个香港打紧联赛噶嘛？嗱，我听闻讲翻嚟咧，即系以前嗰啲档期咧，打呢啲咁嘅杯赛咧，系好溜楞嘅。即系嗰啲档期唔系话就你香港啊，系佢攞咗之后，认为嗰日比赛你就要去打。咁但系你香港又要就翻个赛期喎，譬如你一支球队咁样，你去打呢个比赛，咁你点样去就？本地的賽期咧，咁呢樣嘢就肯定係要全個足球圈啊，即係話你足總同埋球隊本身，大家要研究肯唔肯讓出個賽期俾你。啊，好多時就因為讓出個賽期都搞到亂曬龍啦。咁你點叫咗啲球隊點樣去打咧？係嘛？我無端端又要譬如去參加嗰個比賽，咁無端端又要搞咁多嘢，咁你好多啲球隊就唔想搞噶啦嘛。仲有一樣嘢咧，你打依啲咁嘅賽事咧，冚唪唥都係自己本錢嚟喎，即係要自己出錢嘅。佢唔係話主客，主客都係主客，但係問題咧就話你作客嘅咧，佢唔會招呼你嘅喎，冚唪唥嘅錢你自己俾嘅喎，你自己付喎。咁喺嗰個環境裏邊，即係嗰段時間，香港嘅贊助商都已經係少啦。當陣時嘅贊助係得幾隊有嘅啫，其他嗰啲冇啊，其他嗰啲都係靠老細自己咧揞錢出嚟啊！我哋成日講就老細足球係咁樣噶，咁你冇辦法噶。啊，當年亦都冇咁多商業贊助，咁你叫做嗰啲球隊下下揞錢出嚟喎，唔緊要，打得開開心心咧都冇問題。但係你打親都唔開心嘅，咁你打嚟做咩啫？直至踏入千禧年代嘅中期，香港球隊先至對出戰亞洲賽事重新提起興趣。
起初香港球队在未分等级的情况之下，仍然都可以能够参加亚冠杯的赛事，当中以2002年的南华，他们在亚冠杯第二圈的外围赛主场赛事首回合以3-2击败日本的清水心跳，事后更被亚洲足协选为该月份的最佳亚洲球队。好可惜，最终南华在次回合大败，无缘跻身分组赛。由于香港足球水平持续下降，在2004年的时候，香港只能够被编入参加次一级的赛事，就是现在的亚洲足协杯。虽然香港已经不能够再和这个中日韩的球队对垒，但是以香港球队对于参加亚洲赛事的态度，由以往的消极已经转趋向为积极。好可惜，香港球会整体参赛的成绩虽然偶有佳作，但并非有压倒性的表现。我就代表個和富大埔同埋公民出戰個亞協杯啦。咁個感受係覺得大家其實喺唔同國家同我哋香港嘅距離唔會話相差好遠喺個亞協杯比賽嗰度。而我諗最主要影響個因素，可能反而真係天氣，即係譬如去作客去新加坡啊，一潮濕啊，又好局促啊，咁去到譬如越南又好熱啊，泰國又好熱啊，咁我覺得最大嗰個差距就喺嗰個體能上邊咯。而如果純講嗰個個人能力同埋技術咧，我哋同其他球隊其實都有得去踢嘅。咁我哋喺香港主場嘅時候，我哋對翻佢哋嘅球隊。我哋其實喺嗰個速度同埋嗰個能力上面，其實大家個差距真係唔會話好大嘅。但係就始終即係可能佢哋球員嗰、那個可能喺個自己個聯賽裏面個速度感啊，同埋嗰個機動性啊，同埋硬淨程度都比我哋嗰時當年港甲強咧。咁所以同佢哋踢嘅時候，喺呢一方面係同佢哋會有少少差距咯。但係你話會唔會令到覺得同佢哋冇得踢？其實唔會，絕對係可以同佢哋有得踢嘅。睇翻呢近十年啦，咁香港嘅球會喺亞協杯嗰個成績都未算去到即係最 top 啦，攞到冠軍啊，或者入到決賽。咁其實我就自己個人認為，覺得就係、是、即係當然周邊嘅即係香港聯賽水平係高咗嘅，咁球員嘅能力都強咗，但係周邊嗰、那個環境其實。無論我係代表五人隊啊，或者係十一人，我覺得周邊嗰個國家嘅聯賽水平都係提高咗嘅。尤其是一啲東南亞嘅地方啦，譬如你頭先所講嘅馬來西亞、泰國啊，甚至乎新加坡嗰啲球隊，其實而家都係提升緊個能力。咁所以香港如果仲係維持住呢、這個好緩慢嘅進度嘅話，我相信。你可能未必係呢十年，可能再之後嗰十年都未必可以打到入決賽。咁所以就係最主要係嗰、那個喺香港嗰個比賽嗰個競爭性啦、強度啦，如果係唔夠貼近嗰個亞協杯水平嘅，都會有所影響。尤其是香港，你始終喺嗰個聯賽嗰個球場場地方面有陣時好細咧，咁所以咧就會影響咗香港球隊。其實你出到去亞協嘅比賽，其實好多時都需要一啲可能組織啊、小組啊。咁但係喺香港嘅聯賽裏面，你會見到可能啲球場細，我高 Q 大腳踢入去，其實已經可以有一個贏波嘅機會。咁就要平衡到就係你想贏波，其實就喺香港好簡單，你踢個波入去就得啦。但如果你亞協個水平，人哋各支球隊都係可以猜到個波，控制到個控球權去組織嘅，咁香港呢樣嘢就會比較蝕底啲。咁所以你睇翻近十年最踢得最好嘅都係傑志可以踢到佢嗰個水平嘅。點解呢？因為傑志都係好主張呢個地面足球、組織嘅足球，咁所以佢哋喺嗰個風格上面係比較貼近呢個亞洲。咁你反觀其他球隊，可能即係可能佢入到決賽或者贏咗冠軍之後去踢亞協，可能佢係高跷大腳啊，或者係靠嗰啲力量啊。咁所以可能佢哋去翻亞協杯踢嘅時候，就會有呢個比較啦。如果你仲係用呢種風格去踢嘅時候，你出到去亞洲嗰個水平就唔足夠可以踢到呢個亞協杯賽事咯。自2004年開始參加亞協杯以嚟，最佳成績直招只有三支球隊，佢哋分別就係2005年參加比賽嘅神曦、2009年嘅南華、
2014年的傑志，他們最佳成績只能夠去到四強階段，始終和決賽緣慳一面。而當年參賽的神希更曾經發生一段小插曲，當時球隊奪得亞協杯八強的職位，隨即入信足總申請將聯賽對流浪一仗押後，以遷就球隊作客亞洲足協杯總決賽首回合的賽事。及後因為球會流浪反對之下，最終神希在聯賽和亞協杯之間作出選擇，就算最後被判輸0-3，亦都放棄聯賽依仗，希望最終能夠為港爭光。在這件事裏面可以反映到，就算是足總對香港球隊參加亞洲賽事的層面上，都是抱著一種見步行步的心態，而又才引發了這次的事端。那時我很記得神希有一場八強賽，剛巧就撞到本土聯賽一場聯賽，那時候老闆就已經很想我們要贏要贏要贏，要去遠一點去遠一點，代表香港衝出去衝出去，但是無可奈何，那時候那個球會上又好像不好肯，又不好肯改期，但真的撞啱這件事。那時候不可以怪其中一個球會的，那編賽期啊，足球總會啊，咁有好多個因素，大家夾夾埋埋啦。咁可能我知道本身佢哋球會之間同足總又有得開會啦。咁可能呢個處理手法上本身就出現咗一個問題。咁但係 anyway， 我覺得去到最尾點處理都好，其實大家係咪應該一早向外呢？難得我覺得嚇嗰陣時喺神希裏面，起碼老闆肯投放咁多資源去應付一個亞洲賽，而大家唔係咁自私喎。起碼我哋係真係要代表香港一隊球隊去踢喎。好彩嘅，我哋嗰陣時就去到四強咯。但如果唔好彩嗰日輸咗嘅，又即係你知外間啲聲音又唔同啦。咁但係起碼我覺得神希唔係一年四強，神希係兩年四強，真係爭少少爭少少。但係點解換翻嚟唔係其他球會換轉啦？他朝有一日講緊球會有機會對亞洲賽嘅時候，咁佢會點咧？係咪？咁我覺得唔係講緊球會一個成個問題嘅。咁其實足球總會都有佢嘅責任嘅，咁但係呢個我覺得一定要喺之前要預備溝通咯。就好似神希咁樣，寧願放棄唔打聯賽，走去出去打，係啊。咁你點解要搞到咁樣呢？咁你香港足球總會係咪可以大家互相討論下？啊，應該個檔期係咪可以大家商就下呢？啊，咁即係大家傾偈嘅啫，冇話唔得噶嘛。但問題你就始終就係唔得啦。咁你搞到即係咁樣。邊有球隊願意去打啫？係嘛？你香港嘅足球好似搞到而家咁樣，就是、大家唔得和氣嚇，大家坐喺度有商有量，咁先至有偈傾噶嘛，即係有咁先至有進步噶，唔係話一人話曬事咁啊進步咩？你點有得進步啫？大家一定要坐喺度融洽，你而家真係將個足球慢慢帶去興旺噶嘛。喺2016年度亞洲足協修改亞冠杯嘅配額。香港球隊首次能夠可以獲得亞冠杯小組參賽資格，而當年香港代表東方首次參加亞冠杯分組賽，他們就同呢個廣州恒大川崎前鋒同埋水源三星林翼同組，最終東方以一分敬陪沒席。繼後參賽嘅球隊傑志經過兩屆努力底下，最終喺2018年度令到球會嘅名字首次出現喺分組賽嘅焦點。而呢次香港球會嘅表現已經稍為進步，而傑志喺分組賽主場賽事以1-0擊敗日本球隊帕雷素爾，成為首支亞冠杯分組賽獲勝嘅香港球會。而入球者鄭展龍更被獲選為該屆賽事嘅最佳金球。今屆亞冠杯嘅配額由以往兩個減至一個，而剩翻一個亞洲賽嘅配額，只可以踢翻呢個亞洲足協杯。如果未能夠把握機會的話，提升水準始終都會將亞冠杯的配額得而復失。其實是有正面的，為什麼我覺得那個正面呢？由兩個削減一個呢，問心 level 不到，我覺得被人淘汰是正面正常的東西，足球世界是這樣的，你不得走第二些來，起碼我們還有一個機會，還有一個機會的時候，我覺得是大家都十間球會是為這個目標去進發，大家 將個目標不只是贏香港聯賽，我們是要去亞冠出線，這個我想是
最大家要的目標。咁事實我哋真係個水平未必真係到嗰個 level。咁但係同到佢哋踢係最好嘅，我覺得係。點解？因為佢可以提升到我哋本身嘅能力先啦。第一，第二就係俾球員、教練、老闆、球迷可以睇到其實個世界有幾大，呢個都好緊要。我哋都即係好向往對啲高水平嘅賽事啦，喺亞冠杯嗰度。咁但係我就會覺得就係如果我哋香港嘅球會啦、球員啦，唔將你嘅水平提高，你再去踢呢個亞冠杯嘅賽事，亦都係會即係可能會好快就俾人淘汰啦。咁所以到最終就係點樣去提升我哋嘅聯賽水平啦，同埋嗰個球員水平。呢個是最重要的，如果唔係我哋亦都會好快就會將呢個資格賽的資格咧，就俾翻鄰近嘅國家噶啦，好容易。你而家都已經打緊亞協啦，嚇！你講而家都係打緊亞協啦，人哋都調翻你落嚟，唔准你打亞冠咯，咁你打亞協咯，咁你點啊？咁你亞協都過唔到，咁你即係證明你嗰個水準係維持不變啊，追唔到上人哋啊，人哋個個都上升緊啊，你係要跌翻落嚟啊！就算你不跌啊，都係維持喺嗰度啫。咁你有乜用咧？我覺得主要香港在亞冠或者特別係亞冠比賽啦，難啲突破，我覺得主要是能力問題啦。因為始終我覺得而家，因為我最近呢十年都踢過亞冠啊，喺申花時踢過亞冠，跟住南華時踢過亞協，喺東方時踢過亞冠。咁我自己作為球員咧，親身感受係喺申花時踢亞冠咧。我哋嗰時打落八強，輸咗俾全北現代啦。最後嗰隊波係攞嗰年亞冠冠軍啦。但係當時覺得係大家都有得踢咯，所以作為我嘅啲球員好親身感受咯。但係到我後來去到東方嗰時候，代表東方再去對踢亞冠嗰啲對手，無論係恒大啊，或者日本川崎啊，覺得係完全係兩三個層面嘅嘢咯。因為可能從各方面能力。投入資源各方面經驗都直頭不是同一個級別的水準咯，所以我覺得香港暫時嚟講，如果可能踢亞協的比賽會更加好咯，因為你睇就算而家踢亞協的香港咁多年嚟都未有一支球隊可以在亞協攞到冠軍啊，咁你睇下亞協嗰啲球隊就算攞冠軍嘅，去參加亞冠都是很吃力的。咁我覺得最緊要，我覺得香港球隊先將自己的實力提高咗先啦。就算如果俾你踢到亞冠的比賽，場場可能都是輸很多的，咁其實對你從球隊嚟講，同球員嚟講，其實進步不大咯。同埋其實你講經驗，場場如果個都不是一個水準的，其實你都不會拿到什麼經驗啊。因為差距太大了，倒不如其實參加翻亞協嘅比賽啊，大家差不多水準的，可能到你自己自身能力提高咗之後，跟住再去參加亞冠，可能會嗰時先會話對你有經驗各方面幫助會比較多咯。即係如果而家咁嘅運作，真係再等十年你都未必得。即係而家嘅運作嚇，真係你點啊？即係好似我哋而家撈咗幾廿年，睇住。即係睇住佢哋係人哋個個都話進步啊，唔進步不得已，分分鐘會跌噶。即係你唔好話進步，你維持翻喺咁嘅水準已經係好好。啊，你最重要就係話你去揾外援，揾外援係希望啲外援帶動到香港嘅青少年球員啊，或者華人球員。是帶動到嘛，但係而家揾翻嚟嗰啲真係帶動唔到噶嘛，咁你點將個水準提高咧？你根本提唔高到，你最重要就係你自己本身嘅聯賽係要提高到嘅水準先至得，但係而家唔係噶嘛，一枝獨秀咁啊點啫？冇用噶，係你打得，但係你打得就係對本地打得啫喎，一行出去已經就係唔打得啦。始終我覺得好似呢幾年係唔夠球員供應，唔夠球員供應呢個係比較參差咗。突然間，以前十幾年前已經四強，十幾年後都四強，十幾年後應該講真，我覺得香港球會係有呢個能力可以攞到冠軍，係，我覺得都唔會遠嘅，都應該就嚟到嘅。亞協杯俾我嘅體驗係由最初啦。
抱住見識唔同國家嘅足球嘅級數，到中段可能去到飛馬嘅時間，自己當時其實踢得唔好嘅，咁終於嚟到今次正式係有能力去叫做大埔以而家嘅實力去有能力挑戰出線嘅機會咯，咁好好期待可以快啲去到踢呢個亞協杯，係印象深刻，其實都係新加坡呢場波，咁自己第一次踢亞洲賽，亦都攞到一分啦，甚至乎可以話係喺被對方追和的時間，我們不是說縮曬去後面拿一分就在那裡走了，其實我們當時是想追再反再贏回，想拿三分走的，這一場球一定是我最深刻的一場。九年前去踢這個亞協杯，其實整隊都不同了，在個球隊實力方面，其實即使是本地賽，我們都是以杯賽冠軍、聯賽冠軍為目標，去到亞協這裡自己都不再是一個年輕人，今年都32歲，可能叫做是一個球員開始步入黃昏期階段，自己很想很想在這個亞協杯可以走到更遠，將這一步走得更遠去出線，不只是在個亞協杯分組賽入面好表現，可能拿一分三分這樣就算了，真的很想代表著大埔，甚至乎叫做代表著香港的足球去走得更遠咯。對於自己夢想來說，今次這個機會可能是最後一次，未必有下一次的，咁更加會去珍惜呢個咁樣嘅叫做一個追夢嘅機會，好想去令到本地嘅球員好、球迷好覺去感覺到你行得遠其實係有機會嘅，唔係只是說出來，不是只是想出來的東西，是可以做得到的，一定要100%的決心，你因為你可能職業生涯裡面亞協杯可能只有一次而已，那你稍一個叫做放鬆了或者不夠強這樣去應對，其實你可能一次之後就不會再有，在有得踢的時間，盡你所有的能力，點都要在這一場球入面踢到最好。在這個亞協杯入面，行得遠，行得近，最後真的沒人知道。但是他一定會帶到一件事給我，就是回憶咯。在踢完這個亞協杯之後，一定是盡了力踢的話，不論贏好輸好，到我足球生涯完了之後，我想起我一定會覺得是一樣很開心很正的東西。當部分的人士體探香港球隊在亞洲賽前景的時候，仍然有人默默地為自己的夢想去追逐，他們希望在自己倒數的職業生涯裡面把握最後的機會，追尋他們的夢想。假花紅今天就帶大家來到亞視東維拉的主場維拉公園球場，我們今天就有波睇。
嚟到球場咧，當然要帶大家去維拉個店鋪度睇下啦。咁我哋入去啦。哇！維拉嘅毛毛拖鞋，小朋友幾可愛，主場作客都有啊。成套噶，紫色呢件第三作客都唔錯。咁亞士東維拉咧就出咗名咧，好多球迷噶啦。雖然佢依家離開咗英超啦，咁依家喺英冠比賽咧，咁但係咧今日嘅足總杯賽事咧都係非常之多人嘅。時間關係咧，我哋都係要趕住入場先啦。呢個位嘅球迷咧，就全部企曬起身嘅，係冇得坐嘅，佢哋係唔坐嘅。就已經輸了一球，在我們面前整場靜曬。好了，中場時間了，就大家來買一下東西吃，買一下東西喝。大家看到呢，還有啤酒賣的，我以為呢以場裡面呢有玻璃樽賣，這麼危險會不會整到球迷掉啲玻璃樽落去球場，掟傷啲球員咧？呢個其實係膠樽嚟嘅。今日仲有新嘢喎，呢個咧，大家仲記唔記得呢個咧？保衛爾牛肉汁啊，熱飲嚟嘅。訪問下啲球迷先。How many years you have supporting Villa? Over 50. Oh, long time. Yeah, yeah, yeah. So how do you comment the performance today? The worst we've been under Dean Smith. Not good at all. Do you think Villa can climb back to the top six league? I think we can, but we've got to get some defenders in. Defenders. And, put a run together. 好啦，比賽完咗啦，我哋輸3-0嘅維拉。咁雖然咧，我就唔係維拉嘅 fans 嚟嘅，咁但係頭先我都問咗好多嘅 fans 啦，佢哋都覺得，今日嘅表現真係非常之差。但係其實 fans 嘅熱情咧就不減嘅，咁所以 fans 就算個球隊表現得幾差，都會 support 佢哋個隊嘅。好，又嚟到我哋呢个球迷編輯室嘅时间啦。今集咧，除咗我江少之外咧，仲有阿辉辉啊 ，Hello， 仲有我哋呢个客席嘅嘉宾就系 Nigel， 系大家好，系 Nigel。嗱，如果熟悉呢个网台嘅节目，都会插翻啲历史，都会知道佢系边个噶啦。嗱，咁啊，刚刚过咗去嘅贺岁杯咧，咁啊就尘埃落定啦。冇错，咁今集我哋就讲贺岁杯啦，不如。系啦，嗱，点解我哋先首先喺个镜头前解一解啦？点解啲球迷会觉得咧？咦，点解要正分转翻做 sampling 嘅？咁啊，其实我哋系咪就我啊？因为都算系系系，因为有辉辉靓仔果龙啦，唔系同埋大家我哋试下啦，试下去到某个位咧，大家可能讲嘢，我试过吓，好似录紧嘢嗰阵咧，咁样大家都会放少少嘅，因为阵间我哋讲嘅嘢咧都系我惊控制唔到我哋嘅情绪啊。系嘛？跟住就爆發。系啦，冇錯啦。嗱，我哋入正題啦。嗱，喺今屆嘅賀歲杯入邊啦，咁啊，其實咧就我哋有好多人都話好多謝羅生。如果冇羅生咧，就冇賀歲杯睇嘅。的確係嘅。
系啦，咁呢个系呢个事实嚟嘅。但系喺今届嘅贺岁杯入边咧，其实咧大家虽然如果对于今届嘅评价上嚟讲，你觉得系成功啊，定系唔成功咧？不如由拉住我哋讲先。系啦，我哋请嘉宾讲先啦。咁肯定系成功噶啦，你观乎嗰个入座率啦，咁同埋咧就系个比赛嗰个精彩度啦。咁其实我觉得系绝对收科噶啦。系啦，即系俾你拣，你睇港联对港队定睇费托咧，即系咁解。梗系啦，即系如果港联咧就对一队外队啊，咁又唔同咁讲。冇错，但我觉得嗱，应该如果咁样，头先阿辉辉咁样问咧，我哋就要分开啦。如果即系个戏码上嚟讲啦，首先要讲翻自己先啦。咁大家有冇留意一样嘢咧？近年嚟，港队也好，港联都好，都系一个票房上嘅保证。分分鐘就唔會差得過俾嗰啲外隊嘅，反而有幾年咧，譬如話飛馬又好，南亞都好，公民都好，傑志也好，都嘗試過去接手做呢個賀歲杯，但係個票房上咧唔會話唔好話唔理想啦，係未有大嘅突破，係冇咁勁啊。是啦，因为如果你是打住港联的旗号或者是香港的旗号，那个号召力应该会是比起呢就属会大的。因为我们成班人围住的时候，我们一起嗌 We are Hong Kong 嘛。但是如果是你只得公民啊，又或者是只得南华或者只得飞马，那始终都是争少少。即是我们大家在这些坊间群组都经常讨论这些事，即是譬如有些球迷他会在这里说啊，我们呢入到球场的时候，如果我们要嗌，究竟嗌什么呢？好像今届我们嗌 We are，唔到 VR 飛馬有啲怪怪地，如果你叫 VR Hong Kong 又好似嗌唔出，咁卒之咧就可能令到呢件事咧有啲即系唔系太順啦。即系如果佢打正個旗號，真係一隊香港隊咧，就好順理成章。你留意一下咧，佢今年嘅賀歲杯咧係搞得幾好。不過咧，大家留意一下，好似冇咗一個叫做港足黐線佬啊，或者嗰班叫做長期幫香港隊打氣嗰班人啊。係、哦，你咁樣講起，我真係香港勁抽嗰班都冇入場。系、哦，点系？我哋都唔见到有啊。冇错，咁啊，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啦，系咪先？始终赎会咧，的确好似拉祖讲，赎会系的确有唔同嘅。但系嗱，譬如话喺票房上嘅保证上啦，咁啊，肯定系嗱，你我哋睇翻过往嘅历史啊，逢系过三万兼爆棚嘅贺岁杯，一定系有港联或者港队嘅。系啦，即系。球会唔系唔得，如果你要球会上嘅话，就系头先辉辉所讲咯。我系另一队嘅勇趸，我又嗌唔出，又话除非嗰个外队个份量好重，即系某间球会搭住皇家马德里，咁咪 OK 咯，系咪先？嗱，咁如果譬如话我哋讲咗今年系港联啦，咁我哋大家对呢支港联有咩睇法咧？其实。其实就咁样嘅，我哋自细就已经咧就系每一年啊，都系好恨咧就系农历新年快啲嚟啦，我哋可以咧就睇贺岁波啦。咁点解咧？就系我因为好想见到港联啊，系集合晒咧就系十一位啊，就系全个甲组嘅精英嘅球员喺阵中嘅。咁但系就其实我哋而家见到呢队所谓港联咧，就其实系唔系嘅。今年叫做贺岁杯选手队，或者坊间叫做飞马朋友队，但佢都有嗰啲其他嘅球會嘅球員嘅，不過佢係即係個球迷始終對嗰支球隊嘅認受性又唔係咁高，可能又冇咗。但係始終有啲嘢都係講啲風頭等嘅。咁今時今日傑志一定係風頭等嚟㗎啦。你冇嗰啲入邊嘅一啲大，即係三分一又或者四分一嘅外援啊球員都有費難度嘅。係啦，但係我哋即係作為一個咧就中立嘅球迷，即係對香港每一隊屬會都係冇乜所謂嘅啦。咁其實都希望喺賀歲杯裏邊嘅港聯咧會有華道師啊嘛。冇錯。不過就咁講咧，其實佢哋最初搞呢個賀歲杯選手隊最初原意咧，其實都係想召集全香港十隊球隊嘅代表嘅。不過咧，最終某啲原因啦，令到有啲球隊就冇派兵啦，或者唔得閒啦。咁大家都明白，即係始終喺球圈裏邊咧，要和諧的確唔容易嘅。呢、這個大家都好清楚啦。係啦，嗱，咁啊，譬如話講咗自己隊波先啦，咁啊，然後就我哋講翻個外隊。嗱，喺今屆嚟講咧，如果阿羅生唔知道，好似有冇個半月啦，好似冇添。嗱，以公佈嚟計啊，我唔計佢可能有心喺後邊籌備嘅時間唔計。咁啊，如果肯由佢公佈開始咧，其實真係一個月多少少，佢能夠可以揀到啲三招較有號召力短期內。可以嚟到香港咧，其實已經係非常之好噶啦。其實你話後期再公布，費托能夠可以保證嚟到，咁啊，再後期竟然再加埋呢個費蘭利嘅，其實呢啲係完全係我哋嘅意料之外嘅。
冇錯，咁其實大家都會睇得到，即係如果要一個賀歲杯，大家有聲有色啊。其實咧，今次講翻遠少少咧，就係佢應該好幾年冇搞到外隊啦，即係叫真正有啲號召力外隊。其實今次咧，的確係令到大家對呢個賀歲杯係有翻啲新鮮感。因为咧，即系已经有一段时间，咦，好似冇乜升嚟个贺岁咯。咁今次的确系有呢一个咁嘅魅力。咁你话阿费托系咪真系可以吸引到咁多人咧？我哋问下我哋嘅嘉宾阿拉祖咧。其实我觉得咧，就系、是、如果系净系靠费托呢，即系呢个名啊，咁而吸引到咧，就系超过二万嘅观众入场咧，我觉得就真系唔系靠费托嘅。系咁诶，当然啦，佢个宣传啊，同埋个包装都系做得 OK 嘅。冇错冇错。咁有时我哋都唔可以太过苛求噶啦，因为咧就系我哋都好多年冇睇过咧，就系有睇头嘅贺岁杯噶。咁同埋甚至乎已经系听到一啲球迷嘅声音话，不如真系执咗佢唔好搞啦咁样。的确系。如果执咗佢唔好搞咧，就一定系冇二万嘅。头先啊，好似阿拉祖咁所讲啦，就话。佢唔係單純二萬個觀眾係睇費托嘅，嗯，有一樣嘢係無可以無嘅，就係話傳統，係就係因為每個年初一嘅傳統，即係可能有一啲固定，即係如果你每年 keep 住咁樣搞呢個賀歲杯咧，就每年我哋嗱，我坦白講，我喺好早嘅年份上，我係每一年嘅年初一，我係預咗時間睇賀歲波，嗯，我係預咗去大球場嘅。係啦，江少你都講得好啊，咁因為睇賀歲波呢樣嘢已經即係變成咗咧，就係一個傳統嚟噶。咁即係譬如係我都曾經係年年都去睇賀歲波嘅。咁但係就有曾經有幾年啦，咁就係因為嗰個戲碼唔吸引嘅，我就冇去。咁我啲家人都好覺得好奇怪，咦？點解你今日得閒嘅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就即係正如阿江少所講，就無論係嗰個戲碼係吸唔吸引都好啦。咁其實呢個已經係變成咗我哋嘅呢個習慣嚟噶啦。冇錯啦，不過即係球星效應的確唔能夠即係睇低佢嘅吸引力啦。即係今次費托之餘咧，對上一次能夠有差唔多接近兩萬人嘅入場喺大球場嘅賀歲杯咧，就已經講緊係紐約宇宙，即係講緊路易嚟香港嗰年，大家都有睇啦，係咪？有係啦，有入場睇嘅。係啦，再之前嘅碧咸啦，係啦。咁啊，譬如喺呢一次嚟講咧，嗱，我個人係咁有少少即係意見嘅。個賽期上咧，有一樣嘢就好唔傳統啦。初一係傳統。初三就唔係傳統嚟嘅，今年撞跑馬喎。係啦，咁啊，因為每年都係初三咧，就一定係賀歲馬嘅呢樣嘢咧，就係真係千古不移噶啦。咁但係就如果係連足球咧都擺咗喺初三嘅話咧，咁其實呢次都係比較少見嘅。所以 Nigel 都講得好啱咧，就係話今年真係冇太苛求啦，真係踢到初三撞跑馬都仲有咁嘅入場人數。的確已經係唔錯啦，我自己收貨啦。係啦，呢樣嘢我細細個都知嘅，就係咧足球同埋賽馬通常都唔會咧就係撞期嘅。咁我細個嘅時候，我爹哋已經話俾我知噶啦，就係、是、咧足球咧同賽馬就唔撞期。以前喺六七十年代咧，就係賽馬要避開足球嘅，就知道你足球喺邊日搞嘅時候咧，我就避開唔喺嗰日搞。咁但係後來咧就足球咧就一路式微啦，咁就變成咧就係賽馬咧就喺香港人嘅心目中咧就個地位高咗，咁所以咧就足球要避開馬啦。但係到咗九十年代咧就仲可憐啦，就係咧係唔撞都唔緊要啦，橫掂我擺邊日都係咁噶啦，咁所以咧就變成咗係唔怕嘅。咁但係就始終啦，就係初一同初三啦，咁就係呢個咁樣嘅安排係少見嘅，因為球隊咧係得一日嘅時間休息咯。咁同埋就係點解唔初四打咧？咁我哋都即係其實係提出過呢個疑問嘅。但係唔係第一次嘅喎，輝輝你記唔記得咧？喺省港杯已經係主場賽事，仲要第二回合，第二回合都係撞賽馬，撞賽馬仲係嗰場馬大球場踢跑跑馬地。係，即係我覺得嗱，如果你雖然有啲人話哦，關我咩事啫？咁呢個可能係飛馬做主導嘅。咁你我覺得足總係一個協辦機構嚟㗎嘛。咁你有權係質。即係喂，好少，即係你會講出喂，我哋好少喺初三會擺好似拉做話齋，冇理由喺嗰個位置擺波噶嘛。老實講，如果今次叫做合辦嚟計咧，我唔相信飛馬會揀初三咯。依、這個係一定係足總呢一個嘅配合上嘅調動嚟嘅，因為我唔羅生自己都係一個即係搞馬嘅馬主啦，佢都好清楚究竟賽馬吸引力有幾大。香港有可能有一部分係馬。兼足球迷噶嘛，大家都知道啦，系咪？即系你拉咗一扎过去睇赛马嘅话，你好难令到嗰班人走翻去足球场嘅。咁所以咧，其实我哋听到坊间嗰个解释咧，就系话佢哋系预咗初六啊，应该冇记错，就系两日后咧就原本有个青鹰杯嘅赛事，所以咧就为咗要调动。咁大家头先我哋喺咪后都讨论过呢件嘢啦，系嘛？即系贺岁杯同青鹰杯有咩关系咧？其实有冇冲突啊？完全冇关系嘅。嗱，我想问一样嘢，一个假设性嘅问题，
如果假設今屆的賀歲杯是有34,000人爆，受不受惠到落幾日後的精英杯呢？完全不關事，不關事。OK， 就算是失收，擺得近，亦不會關精英杯事，因為精英杯本身亦都不是一個很受眾的杯賽。冇錯，冇錯。人哋叫做 W 咩杯啫嘛，系啦，亦都唔系一个冲突嚟嘅，即系话我唔会话因为我已经俾咗钱去睇贺岁杯嘅话，我本来都有心去睇青衣杯，就变成我唔睇咯。冇错冇错，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系要搞咧，其实呢个传统我个人意见或者一定要保留，因为点解咧？大家都要知道呢样嘢啦，香港足球冇乜嘢再留翻喺度噶啦。嗱，大家谂下，联赛系必须有啊，冇联赛即系成个足球就死咗啦。最长最有历史嗰个就系银牌，跟住就省港杯。港澳浮制赛虽然有70几、80几届，大家心知肚明啦，望到呢个浮制赛已经系有时足总连即系派师队都唔想嘅。咁你谂下，已经派 U 廿三啦，省港杯系。咁你贺岁杯都话冇，或者今年有，出年冇咁样。咁香港人仲可以有乜嘢系？足球嘅香港足球嘅价值，仲有咩留得翻喺度俾啲球迷咧？我收到封今年教授教得几好，出年会继续教。我哋好消息嚟嘅呢个，都希望即系下年都会系更加好睇添啦。冇错啦，即系唔好话去到其实有冇可能真系足总自己能够可以 take care 翻就最嗱，我哋大家一个大原则啫嘛，你可以外判俾球会做，但系始终最强嘅号召就喺足总本身啊嘛。我哋话斋，港联也好，港队都好，都系足总派队噶嘛，即系足总做翻主导，系永远系成件事系最理想嘅。基本上，因为我都之前都讲过啦，其实就每一年都会好恨快啲会见到港联队嘅，就会见到咧就全香港系最佳嘅11个球员咧落到场迎战外队嘅时候咧会系咩模样咯。咁但系我都明白啦，就系近年咧就系嗰个贺岁波啊，即系。不可以搞到好像以前那样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段时间在世界各地的联赛都是刚刚搞到如火如荼的。而国际的 A 级赛也都是不会在这个时候 做到安排的。所以呢其实我都曾经想过就说与其是这样的，你整一队港联对香港队的我都不来看了，我都保持不到我自己的传统的，不如执了它啦。但是呢其实就是未必一定要打着贺岁杯的旗号的。如果咧就是、一年裏邊係一個適當嘅日期去邀請兩支外隊，又或者幾三支外隊嚟香港打個咧，就係、是、好好睇睇嘅四國賽或者三國賽，我覺得都 OK 嘅。其實講開阿 Nigel 講呢個外隊嘅問題咧，其實咧即係即係以我哋嘅觀察啦，即係近幾年咧點解好多時都中日韓，就正正就因為呢個原因啦。因為咧喺中日韓嚟講，佢哋係跟翻呢個亞冠嗰、那個即係亞洲足協嗰個賽程，所以咧佢哋喺一月份咧，即係我哋香港過年嘅時候咧，佢哋咧就應該就係未開季。喺個 pre-season 嘅，咁所以咧過去呢幾年，大家會見到點解咁多中日韓球隊肯嚟香港賀歲咧？咁而家咧近呢十年咧，你見唔到有國家隊肯嚟香港噶啦，就係、是、因為嗰個賽程嘅分別。係啦，同埋我哋都要跟翻咧，就係 FIFA 嗰個 A 級國際賽嗰個賽程嘅。咁就係即係唔可以話失驚無神喺賀歲杯嘅時候咧，就係、是、請人哋一個國家 A 隊過嚟。冇錯，你突然間打場 friend 冇人睬你，冇可能。係啦。但是譬如話所有球迷本身咧都有一定嘅標準上嘅要求啦。你話佢高又得，低又得，好似呢次咁樣一個費託都可以吸引到單一場有萬幾二萬人入場啦。咁費託亦都係一個叫做較為將近退役嘅球星。有人話佢過咗氣添。係啊，亦都唔過分嘅，講呢句亦都係，因為實際上佢去嗰聯賽都係過氣啦。同埋佢真係高峰已過噶啦。咁喺一啲歐洲人嘅心目中嘅，都認為呢個係 retirement league 嚟嘅。係，嗱，譬如話你如果譬如話會。加上傳統啦，有啲號召啦，加埋本身嘅代表隊嘅號召啦，其實基本上有心搞嘅賀歲杯咧，萬五人基礎係冇問題嘅。好唔好就係睇你攬個咩人過嚟，然後去破咗二萬啦。咁你話去到30,000或者40,000咧，就要加好多因素，或者真係要睇嗰支球隊嘅號召啦。頭先我哋所講啦，係有某啲國家係好難派到隊多過嚟嘅，但係喺以前嘅加士伯居你搞嗰陣咧，佢好清楚攞到一樣嘢，攞咩咧？就係話佢會叫北歐球隊、挪威一啲小球會、小國家，譬如話一啲非洲嘅球隊，因為非洲國家杯都佢一月就好中意打比賽噶嘛，每隔兩年就，咁佢睇到衝某一啲國家層面嘅檔期係有空隙，佢會放棄咗咩？放棄咗南歐嗰邊，歐洲真係好難請得到佢過嚟，你只能夠向北歐啦、亞洲啦、
或者非洲，其實仲有好多支國家都可以嚟香港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仲有得搞嘅，我覺得。冇錯，不過我哋即係講嚟講去都係咁啦，即係大家都知道，我哋睇賀歲杯咧，我哋唔會叫睇賀歲杯嗰班叫忽然球迷啦。總之嗰班肯定就唔係睇開本地波嗰啲基本盤嚟嘅。咁即係話咧，佢哋可能就係因為有時咧，真係啲球星效應啦，冇辦法嘅啦。你如果冇吸引，好似兩年前我哋見到呢個奧哈蘭城佢哋嚟過香港嘅，當年對傑志攞冠軍添，但係當年就因為冇乜太多吸引力嘅球星咧，佢哋決賽都係得八千幾人嘅。咁啊，一樣真係數唔到嗰次，真係數唔到有啲咩勁嘅球星喺度。咁我就隱約都記得咧，就係、是、泰國嗰隊蒙通聯啦，就係、是、裏邊有個球員咧，就係、是、以前踢過英超嘅，仲有一隊韓籍嘅應該係。系啦，但你头先讲嗰啲系要讲包装咯。譬如话，假设如果你讲紧即系 touch 讲句啦，就话杰志而家打紧呢个亚冠杯对紧呢两队咧，系个人数仲会比而家呢个贺岁杯多。冇错冇错。但系如果你讲单纯一个贺岁杯嚟讲咧，佢呢啲球队个号召就会变得低嘅。冇办法啦，香港人咧都系要睇下啲名牌效应啊，有星嘅吸引啦。我谂一个费托系咪真系可以带到两万人咧？唔会全部嘅，但系点样几千实有啦。嗱，即系费托带两万呢个可能性又低嘅。系啊，咁但系咧就你觉得几多人会为咗睇帕尼入去咯？好老实讲，帕尼咧佢未嚟准备话嚟香港之前，我系唔知道有个咁样嘅意大利国脚，我哋系唔系好清楚佢。咁啊，費蘭尼啦，費蘭尼就即係大家都話，哇，係咪攞嚟做宣傳啊？咁又咁啱食正嗰下啦，咁啊，好似話佢嚟咗香港食咗餐飯，咁飛翻去。係咁，同埋佢係即係受傷係唔好彩嘅啫。呢樣嘢我覺得佢唔係特登做戲嘅。咁但係我又記得翻咧，就其實係喺八九十年代啊，有時係有某一啲咧就係、是、參加賀歲杯嘅球隊咧，其實佢哋嗰個聲味都唔係好濃噶。咁但係咧就報紙係日谷夜谷啦、就係某幾個咧。是國腳嚟嘅，你本來唔識嘅，日日係咁講，講到咧啲觀眾都識佢啦。咁啊，入到場嘅時候咧就話啊呢、這個啦，呢、這個七號仔啊，睇實佢啦咁樣。不過咁講，即係喺香港球圈嚟計咧，講宣傳咧，即係我哋眾所周知，阿羅神都算係數一數二嗰個嚟噶啦。如果佢都做到咁樣咧，已經差唔多可能即係叫做。有翻咁上下交代噶啦，但系我哋絕對收貨啦。係啦，你就係講個，即係有啲人可能挑剔話佢嗰個電子廣告牌啊嗰啲咁嘅問題，其實我覺得已經唔係一個問題。等於頭先阿輝輝所講啦，我哋最大原則就係話由冇變有，即係俾翻我哋睇。你話挑剔係周遭嗰啲嘢就冇得挑剔嘅，你調翻轉你要記得佢嘅籌備時間真係好短。冇錯，我諗個零月啦，其實。人哋都講啊，點解足總搞成年嘅嘢，人哋個零月就已經搞掂？但你知道嗱，我哋大家都可能即係屬於都係跨界別啦，即係唔係單純喺呢度。大家都知道，如果搞一場咁嘅 show， 個幾月係做到呢個效果咧，即係肯定係損耗咗好多人力物力兼係一個錢啦、資源啦、錢都可能佢會有嘅，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你淨係講嗰個損耗力係好強嘅，即係可以用真係可以用佢哋嘅團隊用不眠不休先可以追到呢個效果出嚟嘅。啊，冇錯，呢樣嘢好辛苦嘅，即係幕後啦，即係佢條 team 啦，去即係點樣去即係張羅啦，其實真係好辛苦嘅。即係最單到呢、這個今屆嘅賀歲杯咧，可以肯定俾你一個似模似樣啦。你話個標準上，你認為收唔收貨，又或者 O 唔 OK 嘅？咁好多球迷有唔同標準嘅。但係喺我嚟講咧，如果你話大家都叫做行內人嚟講啦，其實已經即係絕對收貨有餘噶啦。如果搞到一個咁嘅賀歲杯，已經係直頭係啦。即係其實啲人咧就，如果再挑剔嗰啲，都係雞蛋裏挑骨頭。即係一個咁短時間可以搞到一場，起碼。有啲 friend 唔睇香港波嘅都話：，費托嚟香港，有賀歲杯，你都好幾年冇聽過呢啲咁嘅 friend， 突然間同你有冇聽過呢排有啲朋友咪攞飛睇賀歲杯會啊？有啊，經常聽到啊。所以我自己都一樣嘢就係話，喺呢一次嚟講，希望有下次啦，亦都唔好講有下次，希望有以後。因為香港能夠可以有的杯賽已經很少了。今次其實大家都收貨啦，大家都對呢次的賀歲杯係好滿意啦。咁但係都係因為咧，就係阿羅生走出嚟去搞呢件事。咁但係如果羅生唔做嘅話嘅，又有冇人會去做呢？又或者唔可以能我哋即係年年都要期待阿羅生去搞一個賀歲杯嘅？咁所以即係究竟賀歲杯係值唔值得繼續去長期咁樣去留低喺度咧？咁而成為我哋呢個足球文化嘅傳統咧？咁都其實係我都覺得唔係好樂觀嘅。
冇錯。其實最應該要做嗰個機構就應該由佢自己第一手去做，等於啫嘛。佢話嗰幾年前嘅話外判，咩叫外判咧？即係個責任本身喺你度啦，你唔做咪外判咯。系啊，基本上應該係要自己做翻。即系而家你見到足總佢每一年嘅做法都係咁嘅，即系咧佢一由年初或者開季一路等等等等，睇下有冇球會肯頂上啦，去接手啦。如果冇，我又推翻港聯對呢個香港隊去保存呢個所謂嘅傳統。咁其實呢件事咧係一件非常之唔健康嘅事嚟嘅，即系足總咧係應該好好地去諗下點樣處理何穗杯呢個傳統。係啦。嗱，咁啊嚟到我哋呢一節咧，就大家都差唔多啦。咁啊，希望喺我哋喺下一集，我哋再揾其他話題，再同其他球迷分享。係咯，希望好啊，有機會再請拉座上嚟一齊傾偈。好多謝你哋先。OK， 咁啊，喺呢一集嘅時段就到此結束。咁啊 ，OK， 同各位球迷好，拜拜，拜拜。